乡民詹妮弗同31岁陈嘉乐拍拖三年几，曾共历过车祸意外，男方更承诺照顾女方一生一世。上周突然爆出余香明一摊新气旧，与保险男高层许超伦维克托过从甚密，陈嘉乐含泪认分手。相关新闻 https://bit.ly/2ymbgvn 日前苹果读者马 RK 化名爆料，指余香明以前都是过一脚踏两船，而当时第三者正就系陈嘉乐。读者马克透露，余香明系学生时代与一名药业公司老板陈秋山贾森拍拖，据闻贾森半数好多，亦曾经开过娱乐公司，力捧周秀娜就爱陈伟成阿维斯，但之后结业。相关新闻 https://bit.ly/2yuakem 马克化，余香明当时中毒仅输卯捏钱，贾森每个月都有币生活费，但之后女她入左娱乐圈时做个男仔，跟住就用贾森币的钱买也送币对方，男子都知贾森存在，贾森后来发现好赫特，就同分手。读者提供资料，余香明17岁就同贾森拍拖，至2015年至分手，而余香明与陈嘉乐就系2014年拍港台剧《总有出头天时》踏住，与贾森拍拖时间重叠。苹果曾致电贾森，问系咪同余香明拍过拖，略带犹疑，话二华好耐是离你弟系咪2015年分手，无因为同陈嘉乐一起先分手，敏感无好意思，我开锦会呀，然后就匆匆挂线。而余香明经理人则表示无回应，而贾森费斯布克已经删晒同余香明合照，不过2015年就有好多感慨留言，话性格决定命运，道德观念这么低，只配嫁穷郎，爱情没有基普特里宁托温的门，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没有。精选余文细晒余果 http://fb.com/appledialient。